一台华为啊，荣耀的啊，这个是荣耀八 X 啊，手机已经变形了。那么顾客描述，摔到水里面啊，那么咱们拆下后壳看一下，上面确实很多水啊，都还没有干，摔到水里面啊，这个又进水又摔，这还很少见啊。那咱们拆下后壳，首先观察啊，发现这个显示座这里有一些腐蚀。那么我们先来加电看一下电流，加电大电流啊，那么这个手机肯定有短路。我们通过感温啊，发现这个罩子的下面发热非常厉害。那么这个发热的位置对应的下面是充电 AC， 那么咱们还是拆下罩子看一下情况。如果拆下罩子发热是充电 AC 在发热，那么这个时候肯定不要去考虑充电 AC 啊，充电 AC 是一个负载。我们熏上松香加上电看一下，充电 AC 瞬间发热。那我们测量旁边的电容，发现主供电短路啊，最终发现为这颗电容短路啊，颜色都已经烧变了。那咱们就准备拆下这颗电容啊，拆下这个电容基本上就捡钱成功了。拆下这个电容，咱们就来装机测试啊，屏幕也坏了啊，拿了一个新的屏幕，那么成功亮屏啊，也成功进入系统，故障完美修复。